热腾腾的巴斯苦瓜来了，完成了。要吃苦瓜之前，是建议你们先吃一下最原始的风味。你强力推荐的这个把生吃了，梅子苦瓜。对，梅子苦瓜翻烫过后，哦，这很像那个夜市那个芭辣，芭辣青啊。对。夏天吃很凉爽，对，而且又退火，真的哦，这好哦。主要是它带一点苦味才有特色，嗯，枯干枯干呐，对，然后那个梅子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，对啊，那个味道解腻是很好的一个一道料理耶，没错，唯一就是可惜是不能放太久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加防腐剂，对，瞬间就把它消灭掉了，很简单做了，那大概一两分钟就做完了，你就可以放冰箱。想要吃就可以吃。对，罗大哥讲的没错，这就是开胃菜。对，吃下去整个胃都开了。对啊，那下一道要建议什么？吃完之后来喝一口汤。嗯，家常菜。哎呦，苦瓜排骨汤。哎，那这个不像凤梨，这是什么？今天你们来，我妈特别加料的凤梨。对，因为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加凤梨，所以是类似像藕来苦瓜。对了，哦，这个味道。对了，而且你一定要前面喝，因为凤梨苦瓜是会越煮越咸，枯甘醇，枯甘醇的。甘甜甘甜，现在这个完全没有苦味了。嗯，它已经在汤里面，养分都跑到汤里面，而且汤真的是甜的。对啊，汤真甜，是回甘嘛。哇，这有妈妈的味道。有，朱大哥，你的苦瓜吃下去很过瘾，大又扎实，水分又多，特别的。苦瓜可以控制血糖。来吃一下大家一起做的巴斯。哎呦，外皮已经变硬了哦，对，咔咔咔的哦。嗯，特别。亲手做就是不一样，哎，超好吃的，哎，很特别。我们一般吃不到，我们吃过巴斯地瓜，可是吃起来那种口感都不同，对，完全没有苦瓜的苦味，完全没有了。因为苦瓜其实对小朋友来讲算是恐怖，会害怕的。但用这个方法的话，绝对可以包装到，可以让他会觉得苦瓜是好吃的东西。如果没有跟你讲说这是苦瓜，嗯，没有跟我讲，我吃不出来。那你味蕾真的有问题？没有，真的。因为这个感觉、这个口感跟这个味道，你会觉得哎，就是巴斯地瓜，完全颠覆你的味蕾。因为我本身是很爱吃苦瓜的人，哦，真的。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最棒的就是因为圆就在旁边，嗯，他刚摘下来。它的灵魂都还在，所有东西在帮刚摘下来就开始氧化，嗯，跟我们在它最少氧化的状态，直接把它做成菜肴，在旁边这样直接上桌，很牛啊，对，就是现牛，真的要谢谢肯尼主厨，厉害的，谢谢，感谢厨艺，还有谢谢厨大哥，谢谢厨大哥的。跟各位讲，出外景最重要就是要填饱肚子。是，那填饱肚子一定要挑对东西。哎，真的好吃的东西哦，都隐身在市场里面。传统市场就没错，准没错。我已经 Google 过了，这一家厉害。哦，80年的老店，而且看到上面的照片也知道很厉害。是是，好像一些名人有来过。这是名人榜吧？大哥大哥，你们卖的是什么春卷对不对？春卷对对。你看东西有多澎湃。对啊，这么多料哎，而且。不一样的是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大哥，你这是面，油面，在下面油面，油面在春卷里面啊，哇，那真的会很饱。在里面，你跟他学一下嘛。对，大哥，我们可以进来吗？可以。啊，大哥，你做几年了？自己做。我们跟着你做可以吗？我们 follow you。好，已经60年的，60年的这个经验了。那有传承给儿子吗？哎呦，哇，太好了，真是哇，恭喜。那你是第一代吗？第三代哦，第二代哦，还有第一代。哇，你们这个饼皮里面还要再放饼皮哦，哎，才不会破，因为料太多，东西太多，东西太多，真的。对了，不然这样，老板，我们等一下自己包了自己吃。好啊，好，自己包自己吃。啊，这个先。菜爆，菜爆，每个都是一匙就够了。对对，这个豆腐差不多3块，2块3块就可以。嗯，蛋皮，蛋皮，蛋皮，我想要多一点。你最近有在健身哦？对，需要。哎，可以，香菜可以，香菜一定要啊。豆芽菜，豆芽菜，豆芽菜，这边一定要。哦，豆芽菜，那水分很多。哇，豆芽菜好大一管哦。来，阿贵来，吃起来脆。油面，油面这个怕肚子饿的油面就可以多放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老板，很好吃嘞。出一对了，出一对，出一对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超过瘾！哦，第一嘛，哇，肥瘦自己选，这个感觉已经卤很久。对啊，还是不免俗的要问一个问题，老板，你这没有白饭吗？白饭没有，没有，你这一卷吃下去还要白饭？来，糖粉，要你们要多还是少？花生粉，哦，糖粉跟花生粉，花生粉，形状错了，你要。啊，我摆错边了，横的啦。哦，哎，对，哎，这你就还好有两遍哦，还可以。我这样形状对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可以你可以。高丽菜，高丽菜一定要的。高丽菜来。这个有不糖的可以。
好啊，也麻烦你一点点，对。哦，我要不要这个花生粉？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哇，花生粉，爽，这个可以加。哦哦哦，香菜。生菜加完之后。生菜，生菜啊。对，你这个叉。这是这个是什么？粘着剂，粘着剂，粘着剂，粘着剂。你示范，你示范，你不要乱流啊！要。哦，就一点点就够。它是粘着剂有味道吗？是蒜头，没有味道。要。蒜头的味道。对。蒜头加在第二条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我们在做春卷的粘着剂啊。是啊，好聪明哦，又有调味。对，来。像我这个手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再压好，压紧一点，然后这样往内折，一面起来，好，一面起来，再一面起来，转过去，逆过，好，完了，你要认真，我也是，你也是，我破气，破气，破气，我嘛破气，我破气是正常的，他这聊已经破。爆出来了呢！你看，我们就破成这样，不是怎么差这么多？对，你看老板，能看，很扎实，然后又很漂亮，完全都没有爆掉。你其实最关键是料一定要加的刚刚好，要均匀。你常常来这里学就会这样，常常来这边吃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对。自己卷饼，自己卷，幸福时刻又来了。这一卷要不饱都难。50块，还有副汤，你看看多好。对，哎，而且这个汤很厉害，柴鱼，听说是早上就开始熬。对。哦，热，熬到这个出汁，整个人都暖了起来。你吃吃看啦，很爽哎。特色是那个面条加的更薄，东西多会有一种满足感。对，而且都加自己喜欢的。而且我刚刚私心加了超多卤肉条，我觉得整个肉香很棒。我是私心加了好多高丽菜跟那个豆芽，好爽，尤其是豆芽菜，因为它的水分，对啊，会让你不会那么干。豆芽菜是润饼卷里面的关键。我们这个吃起来才有那个传统的味道。对，你看。这里面的料多丰富啊！春卷哦，要有甜，有香，对，哎，还有肉，有起来很好吃。就是你们小时候吃吗？对，我很喜欢，就是它，你会每一口都咬到不同的东西。因为我们刚刚那些东西没有平均分布嘛，就是有前后段的问题啊。前面就吃到卤肉，后面吃到面条，然后又吃到芫荽，然后又吃到高丽菜，好多一直在口中打，口口都是惊喜，赞赞赞赞。哥，你早上不是答应我们的许愿吗？对，就是说不要太热。你有听到我的要求啊？有吗？希望不要太阳太大。你没有发现你们莫名其妙得到了一个迷彩的伞帽啊？对，这是这个伞帽一出现到这个太阳就没有那么热了啊？这样是对的，它是一个安排。对，哎，这我是精心去请人家，就是专门去设计这个帽子给我们用。是，太好了，谢谢妈祖，谢谢。而且制作单位跟我们说这边呢有惊喜，有惊喜。该不会您就是您就是惊喜吧？对，怎么称呼？我叫阿典。哎呦，哪一个点？字典的点。喂，那不就是陈汉典的点？是陈汉典的点。点点兄弟，我们现在是双点兄弟。双点啦，对，不是，是两点兄弟。错。你这边有什么惊喜要给我？对啊，给你们尝尝看我们的惊喜。这个我知道，这是芭乐吧？你们觉得这是一般的芭乐？没错，这是一般的芭乐，但是它内藏玄机，让你跟别人家的芭乐吃起来就是不一样。我不信，要尝一下，试试来，有吃有真相，这就芭乐啊！你看起来是芭乐，没错，这是芭乐，是吃吃看，什么品种？这个是珍珠芭乐，珍珠常吃到啊，对，甜度蛮够的，而且很脆，你看，这个怎样？哎，哇，这个真的比较脆。一般我们买到的珍珠芭乐脆一点。一般来说，芭乐在夏天的时候呢，它吃起来会比较软一点点。嗯，但是因为呢，我们有特别的肥料，所以说呢，它吃起来会比别人家的更脆。那你们肥料该不会是你自己都是做的肥料，自己泡出来的？所以你们是因为肥料的关系，对，所以你们芭乐会比较脆。对，但是这个就以为就可以给我们惊喜吗？我们没有那么容易满足。对啊，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啊。我们自己生产的水果呢，拿来做一些水果餐点。
哦，水果，哎，水果的就是甜点吗？甜点也有，或是一些其他衍生出来的加工品，全部都是你们自家的水果。对，没错。啊，这个会让我们有惊喜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那这些甜点大概在哪个方位？可以带我们去吗？我一定要先帮他做一点事情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唯一会有惊喜的只有一个方位，就是带我们到室内。没有，因为你刚刚说这个芭乐。既然是很特别的照顾，那你是用什么特别方式照顾？是这样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OK OK， follow you， 试着惊喜我们好吗？来，我不想看到你，我不想看到你，我想看到你，我想要看到你。我也有，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。哦，不要哭啦！哎呦，看到你要更新，就是现在啊，脱光。就站在这里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？假设我有媳妇的话，我是 OK 的。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，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，搜寻东森娱乐台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，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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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